是吧，是吧？嗯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它真的是超好看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嗯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，你们二人就变得如此亲密了。我跟云雀妹妹相见甚欢，一见如故，情似姐妹。我和垂垂姐一致认为，只有女子才真的懂女子。我们的命运不应该被别人决定，就是我们应该自己寻找前路在何方。所以我们决定邀请你3日后一同前去名胜观求姻缘。名胜观求姻缘？你不会真的想一辈子做沈夫人吧？虽然我对沈度失去了兴趣，难道你跟沈度就是同气连枝的好夫妻？三月之期不作数啊？哦，当然作数。那你扭捏什么？你不会是爱上白无常了吧？等约定之期到了，我自然会离开他。我只是志在功名，没有想过再嫁之事罢了。姻缘和功名又不相冲。就是啊，3日之后，反正我们先去名胜观求了姻缘再说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屋子里有新腌制的果子，最近都吃不下，请你去尝尝。哎，想吃想吃，走走，走啦，不要太想我啦。这么重视，要不要为夫帮你挑啊？啥？要不要我帮你挑？嗯，也是。你如今身受重伤，我丢下你外出确实不妥。那我等一下就把那几套衣裙给锤锤送过去，让他自己挑选。3日后我就不去了。这裙子是替陆锤锤挑的？嗯，对啊，他这几日暂住神府，可惜我的衣裙颜色都不够明艳，恐怕他不会喜欢。既然是姐妹出游，夫人不用担心为父，神府还不至于没人可用。至于3日之后，我应该也能下床了，到时候便与你们一同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得多养些时日才行。你先歇着啊。